IQ 又低，别连累我们了。哼，你做不过啊。没办法，出去碰碰运气吧。好啊，我去拿皮包。好， 好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哎，老板，等一会儿啊。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在卡拉 OK 认真那个男孩子啊？记得。哎，也好啊，请。这里是深圳电台。假冒乘客的，喂，别玩了。并利用上河村的名流发廊做，车辆总值624万元。法院，不进门能硬起来。这妞，我瞒你，他人品又好，又英俊，出手又好大方。哎，刚才给了我。那你们就可以随便杀人了，然后回贵州投资搞地产，到时候谁敢跟你？好漂亮。哎，来自贵州。我来自湖南。我来自四川。放块花那么快啊？建哥怎么样？哎，这新机有1000块啊。那这是我老板的。哇，几十万，听到没有？起来呀你！年纪不大，心眼不小，吵个没完没了，你他妈真是讨厌呢。